连日嚟都有出铺，赖王国经爆同阿娇分居之后，频频喺 IG 分享生活点滴。但有网民就喺佢 IG 留言攻击，话佢好烦，离婚仲每日出嚟刷存在感。又有网民话：没有阿娇，你算条毛啊！身为台湾美容医生嘅赖王国就答佢：多谢你嘅指教，我只系一个医生，有除毛嘅需求，欢迎咨询。有网民就赞佢嘅回复幽默好笑啊！